上一世我未来的夫君战场假死，和父皇的宠妃隐居田园，做了一对恩爱夫妻。他们是画本子上的男女主，踩在我身上郎情妾意，我是他们轰烈感情的过墙梯。我的心上人自始至终筹谋的都是带他远走高飞，我终身为嫁庇佑他的家族，替他给父母养老送终。临终前他却带着妻子子女来看我，他说谢谢我，我才知晓我这一生坚守的情谊和道义皆是被人算计，这让我怎能不恨。一个满头情爱，抛弃父母亲族，放弃守护河山，甚至踩在另一个女人头上守护爱人的卑劣男人，并不值得留恋。重来一世，我要他遗臭万年。一睁眼我发现我回到了宫里，铜镜中的女子肤如凝雪，唇红齿白，鬓边没有白发，皮肤没有一处皱纹。我伸出手来，只看到了一双纤细如白玉的手，没有粗糙的老茧，更没有炭火烫伤的疤痕。婢女宁香也还活着。我呆呆地问今年是何年，宁香挠挠头，公主殿下，今年是元若六年。元若六年，我还是大魏的公主，是父皇母后的掌上明珠。我心中暗自升起一阵庆幸，幸得老天垂怜，我竟也有了重获意识的机会。元末六年，全香送了自己的女儿梁羽入宫，被父皇封为淑妃，一时风头无两。那一年父皇让我在魏都自个挑一个一顶一的好郎，我心里是有人的，是那位都城中最耀眼的少年郎陆家小将军。他曾带我在御马场飞奔，也曾在秋猎场为我献上一头小鹿。我从不信一见钟情的戏码，可却对他一见倾心。父皇为我赐婚那日，淑妃难得有了笑脸，我却觉得那笑意格外悲凉。高座之下的陆吟跪着谢恩，他说叩谢君恩，定会好好待无忧公主。他说他要娶了北境部落首领的项上人头，用北境茫茫草原来当聘礼。他说只有北境收于大魏，才能让整个大魏真的无忧，也才能配得上无忧公主的封号。陆吟眼中似有星辰，目光灼灼地盯着高座之上。我似乎被他满眼的情意烫成煮熟的虾米，直到很久之后，我才惊觉他那日望着的并不是我，而是高座之上的另一个人。出征那日，我在城楼望了很久，最后只剩淑妃娘娘陪我。她与我年纪相仿，原是我在宫里最聊得来的。她听我的少女心事，为我做好吃的桂花糕。她说我和陆吟是魏都最相配的男女。她说无忧公主值得天底下最好的东西。虽是父皇宠妃，我却是她为之新人。陆吟在战场的那些时日，她都陪我喝茶饮酒。我曾靠在她的肩头，在魏宫高高的角楼之上看月明星稀。淑妃指着那轮明月，她说要指的一新人，白首不相离。她喝得有些醉，脸颊染上红印。我知晓被迫进宫的女子的悲哀，只以为她是喝醉了酒，对我诉了衷肠。直到三个月后，淑妃突然昏逝，北境的陆吟战死。我忍着哀痛，不顾父皇母后的阻拦，置身到了陆府，替陆吟料理全家，甚至对梁府也多有照拂。尤其是淑妃的小娘，她瞎了一只眼，在府内又失了女儿庇护，只怕是要被梁府吃干抹净。我对未来的夫郎一家担起责任，对知心好友的母亲颇多照拂。我总觉得若不是娶我，她便不会去北境，更不会战死，这是我欠她的。更觉得我与淑妃是难得的知心人，我理应多照顾她的母亲，为她养老送终。我自以为这一世我无愧于心，却在临终之际再次见到了小将军和淑妃。他们在我弥留之际跪下求我原谅，原来小将军爱慕的人从来都不是我，他接近我只不过是为了远远的看一眼淑妃。赐婚之后，他以未来驸马的身份畅通无阻。他从我的朝阳殿出去后，会溜进不远处淑妃的岁安殿。我原以为幸福的那些时日，他在应付我之余，都在和他真正的爱人筹谋如何远走高飞，以北境茫茫草原为聘，不过是他演的一出戏。淑妃假病，而他在边关假死，他们要做一对寻常的恩爱夫妻，而我是那块最重要的垫脚石。他们说无忧公主最重情义，他们隐居田园之后，无忧公主定会替他们照顾好家人，他们没有后顾之忧，要感谢我。他们隐居田园，生儿育女，过着惬意的生活，只在我临终前轻飘飘地说一句道歉。上一世弥留之际的我，听着陆吟和梁羽的道歉，只觉得恶心无比。我为无双，大魏的无忧公主，父皇母后只给了我一个女儿，为我取名无双，赐封号无忧，原是希望我一生顺遂无忧快乐。可陆吟千不该万不该算计到我头上，我不愿当他们戏本子里的女配角。我本是大魏的公主，享万千尊荣，不是他陆吟为剑心上人的垫脚石，他不配置于淑妃。他曾无数次的听我的少女心事，又怎会不知我的情意？在我与他讲秘密的那些夜晚，他抱着怎样的心情看待我？是不是也曾觉得我蠢笨如猪？我的心上人自始至终爱的都是他，并且周旋一切只为和他双宿双飞，我可真可笑啊！这天淑妃入宫，据说梁夫人在京郊慈恩寺花了万两白银做香火钱，只为了替淑妃博一个好前程。虽是梁府庶女，但肩上也担着梁府的荣耀和门楣。我在母后宫里看着淑妃行礼敬茶，我佯装无意开口，听闻陆吟回了魏都，街道上不少世家贵女都挤在前头看她，陆老夫人估计要挑花眼了。果然淑妃手微微一抖，茶水烫了自己一身，白皙的手背瞬间变得红肿。母后微微不悦，身旁的掌事嬷嬷本想开口，却被我拦着，她就那样跪在地上，一双杏眼似有水汽升起。父皇大踏步的进门前，我终于开口，听说陆小将军与淑妃娘娘曾有婚约，知道的人不多。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丞相大人总说自己两袖清风，怎么放着前途似锦的乘龙快婿不要，非要将淑妃送到宫里？父皇站在了原地，淑妃抬眼看着我，我与陆将军已是过去的事情。我将地上打翻的茶碗捡起来，笑道：“这茶水果真是烫的，现在碗还有点烫呢。方才我只是提了陆吟的名字，淑妃娘娘便这般失态。若是这茶碗送到母后手上，烫伤的便是母后了。”父皇的脸冷了下来。上一世淑妃的茶差点烫到母后，是我替母后挡了滚落的茶杯。自以后我的手背多了道可恶的疤痕。我原以为是淑妃紧张，细想恐怕她也不是那么纯粹。梁府有四个女儿，她是不出挑的。
庶女，三个姐姐在入宫前竟都出了事。梁府大姐被人从楼梯推下摔断了腿，梁府二姐被山贼抓走，差点毁了清白，梁府三姐和家里的小厮厮混被捉奸在床，梁府只能将梁羽送进宫，仗着梁府的门楣被封了淑妃。父皇将淑妃的住所安排在了母后寝宫附近的乾宁宫。淑妃红着眼叩谢君恩，想起从前露营从我宫里出去还要跑到随安宫去，我就浑身恶心。宁香小声问公主殿下，为何今日对淑妃这般上心？从前你向来不关心我。望着宁香，想起从前她在陆府为我奔波劳苦，却死在了陆府外的池塘。她明明精通水性，却在池塘溺毙，一切只因为她看到了不该看的，听到了不该听的。她在街上看到了陆吟，所以陆吟把她溺死在池塘里。因为怕我知晓她还活着的消息，她害怕自己和梁羽的日子被人打扰，却选择直接杀人灭口，杀死同我一起长大的婢女。这还是我临死前知道的消息，多么可笑！我们主仆两个活在陆吟为我们搭的戏台上，东奔西跑。他们过着田园生活，在远处看着高高在上的公主日日辛劳，而她和梁羽岁月静好，多好的一出戏！怪不得唱了这么多年都没人叫停。我握着宁香的手，宁香你信命吗？宁香点头。我抬头望着宫墙夹道上的蓝天，语气渐冷。是啊，命运既垂怜我一次，我必牢牢握住。我要这大位皆知无忧公主，我要天下负心男人都瞧一瞧，女子也能拨弄风云。当然仇我是一定要报的。宁香不知我话里的意思，我心中的恨意如同淬了毒的银针，恨不得扎进陆吟的头里去。太子哥哥邀我去猎场骑马，那日我的机会来了。陆吟上一世就是用马上风姿吸引了我，我有小女儿的矫情，只推脱说自己不会骑马。太子哥哥笑我做作，宫里谁人不知我的马术是皇祖父亲自教的，皇祖父马背上的了天下，要我皇族儿女个个都要能骑善射。我为了陆吟佯装成不懂的样子，这次我要让他好好瞧瞧，我大魏皇族儿女绝不容他小觑。那日我一身戎装进了马场，皇祖父赐给我的金丝软甲，阳光之下熠熠生辉。我有一匹枣红色汗血宝马，他叫春阳，他骄傲地抬着头颅驮着我入场。太子哥哥饶有趣味，无双怎么今日有兴致亲自骑马？往日你都是坐上宾只会看的。我扬起马鞭，春阳带着我在风中穿扬。我笑皇兄难不成是怕输给我？太子哥哥笑纳比一比，看我与太子在风中飞驰，我的头发因被高高竖起，发丝只在身后乱飞。我听见父皇的笑声，母后也骑马与我们一同比赛。倒是淑妃一脸冷意地坐在高台。这一刻，陆吟从场外进来，他先行里目光落在淑妃身上，再也移不开。母后赢了比赛，我与太子相视一笑，哄母后开心才最是重要。我途经陆吟的时候，很明显看到了他与淑妃的视线在空气中纠缠。父皇笑你们母后怪是能的，一点都不服老。目光落及陆吟身上，又道：陆小将军承袭了你父亲的衣钵，战场杀敌很是英勇。我大魏有你这样的良将，真是国之大幸。陆吟多谢陛下抬爱，许多世家公子都带着自家良驹来马场，想要一较高下。父皇兴起，竟也命人从库房拿出大魏名将做的一把弯弓当比赛的彩头。男子们气宇轩昂，骑在自家的良驹上，都想博那好彩头。毕竟四周有好些世家贵女，都是能在马场拿了彩头，总是能在心上人面前邀功的。却不料太子要亲自入场，见我也跟着骑马入场，许多与太子哥哥交好的公子都笑：无忧公主和我们这些个男人比赛，我们岂非胜之不武？我抬头望着对面的那把弯弓，已存了志在必得之心，笑说：我乃皇祖父亲自调教，诸位不必觉得我是女子便多有谦让，既有想要之物，我定是要拼命拿的。如果拿不到，那证明我还不够想。陆吟在一旁看着我，他又是那副故作深情的样子。若是公主想要，臣可带着公主夺了那彩头，当做臣给公主的礼物。我扬起马鞭冷嘲陆将军：莫不是小瞧我？陆吟摇头：臣没有那意思。有没有你也说出口了。太监击鼓，比赛开始。陆吟骑马冲在前头，太子哥哥紧随其后，其余王公贵族都跟在太子哥哥身后。我心中嗤笑，陆吟果然是个草包，为了讨我欢心，竟也忘了君臣有别的道理。他若是在这马场赢了太子，不给太子面子，便是服了东宫的面子。我拍了拍春阳的头，拉撒着他的鬃毛：春阳快！春阳加快速度。我握着缰绳冲到了前头，陆吟被我甩在身后。我给太子哥哥使了眼色，他加速度越过我得了第一。太子哥哥拿着弯弓送给了我，他小声说：多谢皇妹，全了哥哥的面子。而陆吟有些发呆，他似乎不信我能赢了他。其余公子都纷纷恭贺太子，阿谀奉承之话听得我耳朵就要起茧子。陆吟这才反应过来，只跪下请罪臣刚才多有得罪，还请太子殿下降罪。太子哥哥扶他起身，拍了拍他的肩头：陆小将军不必见怪。马场散去到了营帐，陆吟牵着马跟在我身后：你跟着我干什么？陆吟怔了怔，他似乎不明白为何我陡然之间像是变了个人。公主你从前不是这般急声吝啬，可是微臣惹恼了公主。我瞧着不远处淑妃的营帐外，她那贴身婢女始终朝我这里张望。我走进了陆吟，在他耳边冷笑：陆吟，本公主对一个人如何，难道还要向你解释？陆吟惶恐，他瞪大了眼睛看我：微臣只是不明白，微臣与公主从前不是很好吗？好啊，甚好。你瞧淑妃正在看你呢。陆吟扭头，却并没有人看他，他愣在原地。公主，微臣心悦公主，一片真心天地可见。我抬眼望他，笑出声来：好啊，你若能一步一磕头的，从慈恩寺的山脚磕到佛堂正殿，我便信你的真心。他握紧了拳头，脸色难看。过了片刻，他才下定决心点头。我摆了摆手：还需要权衡利弊的真心，本公主不稀罕。回到营帐，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上一世我和淑妃一同去慈恩寺叩拜，陆吟表面上借口护卫我的安全，非要跟着一起去。他跟着我们在蒲团上跪拜许愿，他双手合十三叩三拜，认真极了。我问他：你许的什么愿？他说：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，纵使有磨难，陆吟也不怕的。当时我以为他的祝愿皆是为我，甚至红了一张脸，却不料三人之中的确有两个人心意相通。我像是被玩弄的傻子，竟也看不透他们，在我眼皮子底下眉来眼去。宁香从外头回来，只说他偷偷看见淑妃一身宫女装束，正在往不远处的草坡去。我拿起马鞭笑：果真是有趣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便以为周遭人都是死的嘛。我骑着马儿飞驰在夜空之中，远远的看见了一身宫女装束的人，只越过他，借着月光看清了他的脸。他有些惊讶，也有些害怕。公主殿下，
我从马上下来，将马鞭握在手里。淑妃娘娘，这是去哪？我只是想看看星星。穿上宫女的衣服，跑到没人的地方，一个人看星星。我骑在马上，将她也拉到马上，挥舞起马鞭，朝着草坡过去。她语气慌乱：“公主，我不看了，我不看了的。淑妃娘娘，如今宫里风光无匹，父皇对你也是恩宠有加。若是论起来，你还算是我的母妃呢。还是长辈长辈的心愿，做晚辈的自然要满足。”我不顾她的言语，只带着她穿梭在风里草坡之下。陆隐躺在草上望着星空，淑妃的声音颤颤巍巍：“将军也在。”陆隐抬眼望着月光下身骑马的我，我的怀里还有他朝思暮想的可人，不自觉脸色微变，却还是行礼：“参见公主殿下，参见淑妃娘娘。”我不出声，抬手示意他起来。倒是淑妃软言：“将军请起。”我的声音带着戏谑：“娘娘想来看星星，倒是凑巧将军也在，您觉得我信吗？”淑妃从马上跃下：“公主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真的是凑巧。”我笑：“若是想让我信，那就对着这天发个誓吧。若是骗人，就天诛地灭，九族全部都死绝了。怎么样，敢发吗？”淑妃眼里似因涌着泪水，她渲然欲泣我来立誓。陆隐此刻却冷笑：“九族，淑妃娘娘如今是宫里人，九族是不是也包括公主殿下？”我的马鞭打在她的脸上，才当了两天妃子，就忘了自己是怎么下座的进宫的，要我讲出来吗？先前梁府的几位嫡女倒是与我有过几面之缘。淑妃瞪大了眼，她举手发誓：“若我骗了公主，便天诛地灭。”我的声音不大不小：“梁府大姐说，她是和你一起在二楼，不慎从楼上摔下来的。三姐更是说，喝了你给的酒便忘了一切，一睁眼发现自己躺在小厮床上。至于二姐，明明是跟你一同去城郊拜佛，偏偏只有二姐被掳走。”淑妃面色发白，我骑着马离开，临走前看着她：“淑妃娘娘，你的巧合可真多。”回到营地，我找了太子，让他派人去草坡附近接人。太子笑：“你这小丫头，葫芦里卖着什么药？我并不准备隐瞒，皇兄若是有别有用心之人想娶了我，达成自己的目的，最后却只是利用我一场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？”太子闻言：“你说的是陆隐，果然什么都瞒不过皇兄的眼睛。无双，你向来是机灵的，不必和皇兄兜圈子，有话便直说。我只有你一个妹妹，难不成我能偏帮了旁人？”我看着太子那双温柔的眼，缓缓开口：“这人若是从我这里达不到目的，放眼整个宫中，能让他达到目的的只有皇兄一人。借口去东宫议事，照样也能在宫里自由通行。”太子蹙眉：“你是在说陆隐和淑妃？”我点头：“皇兄整个后宫便只有我与你两个孩子，父皇疼爱母后，并不扩充后宫，但梁府还是送了淑妃进宫。至于淑妃在梁府，怕也是用了手段才能让良相送她入宫。若是淑妃诞下皇子，你觉得梁府会如何？陆府又会如何？若是那皇子并不是皇家血脉，又该如何？”太子怔了怔：“无双，为何你会思虑这般多？搁前朝后宫牵扯颇多，我只是不想你也被算计。”太子点了点头：“我知道了，无双哥哥只希望你能衣食无忧，不想也懂这些烟杂的事。”话毕，太子的人已经将淑妃送回他的营帐。至于陆隐也来太子处谢罪，见我也在，他目光沉沉：“太子殿下还请降罪，我闲来无事，在草坡看夜空，不料公主带着淑妃驾到，若是传出我和淑妃有什么事情，恐坏了淑妃娘娘的清誉，一切都是臣的罪责，还请殿下降罪。公主对微臣颇有意见，不知是否在太子面前？”太子扶起他：“无双，什么都没说，你倒是车轱辘的话翻来覆去，倒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从没人说你和淑妃有什么。你若是心里无愧，何必要处处与人解释？”陆隐还请殿下降罪。太子瞥了他一眼：“陆将军军功无数，孤以后还要仰仗陆将军，莫要因那些闲言碎语就放在心上，大丈夫志在四方，何必如此扭捏？”我从太子的营帐出去，陆隐紧随其后。他突然跑到我面前，从怀中拿出一锦盒打开说：“公主，我不知你为何如此，明明先前你也是中意我的，这是我们陆家的传家宝，是我母亲给未来儿媳的东西，我是真的心悦于你。”我冷冷地瞧着他：“陆隐，你莫不是昏了头？”他非要将那锦盒之中的玉镯套在我手腕上：“公主，你先前也说过你信任于我的，陛下不是要你自个挑一个好郎吗？莫要闹小脾气了，我们还有很长很远的一生。”我将那玉镯扔得很远，一个破烂镯子，你指望能彰显多大的情谊？他涨红了脸：“你若是不喜，大可还给我，何必这般羞辱于我？”我笑：“听闻淑妃的珠宝匣子里有一个和那镯子一模一样的镯子，你方才送我的，成色比那个稍显不足，想来是费了许多功夫去找到那只。你只以为我是整日居在宫里，没见过世面的公主，但你也不好好想想，我出身皇家，什么珍宝没见过，还想瞒天过海，用一个赝品来搪塞给我？怎么在陆将军眼里，我堂堂大魏公主，只配得上一个徒有虚名的赝品？”他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瞪大了眼。我懒得和他理论，但他不依不饶地抓着我的手腕：“公主，你为何这样？”宁香捡回了那镯子，我妈撒着那镯子却不正眼看陆隐，只缓缓开口：“你们男人似乎总是用一些莫须有的东西来给女子强加一些东西，你说这镯子能代表你的真心，还说是代代相传的宝物，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代又一代的女子被这镯子给拴在陆府的府邸，用一个镯子来骗一个女子的真心，倒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镯子就是镯子，赋予的意义再多也只是一个镯子。”我将镯子塞进陆隐的手里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果然在我这里处处碰壁之后，陆隐将努力的方向放在了太子身上。他常常去东宫与太子议事，但他不知道我和太子早早的便和父皇说过其中的厉害。我不提他与淑妃的私情，只提手握军权者日日去东宫报道，却不常来父皇的御书房，到底是何用意？父皇只有太子一个儿子，虽没有夺嫡的风险，但若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，只怕大魏江山都会被动摇。我知道父皇和皇兄听进了心里。东宫之中，皇嫂向来脾气温和，淑妃与皇嫂走得越来越近，淑妃常常到东宫与皇嫂小聚，而陆隐也会在那些时日常登东宫的门，他们两人常常遥遥相望，就如同话本子里被人隔开的一对鸳鸯。那日秋风微凉，皇嫂来我寝宫里和我一起下棋，她佯装无意开口，妹妹似乎对淑妃颇有成见，
我执黑子落在黄嫂刚落下的妻子旁闻言，淑妃是父皇的妃子，黄嫂若是有人利用你和皇兄在东宫的掩盖下暗度陈仓，只怕是要给东宫抹黑。黄嫂莫要忘了，你的夫君是未来大魏的君主，你的孩子也会是，但若是淑妃诞下孩子，情况境遇大不相同。黄嫂性子温和，但我不得不为黄嫂考虑。她捂着嘴，皇妹的意思是嫂嫂懂了，先前是嫂嫂糊涂，我命人买通梁府的小厮，在淑妃小娘住的院子放了一把火，小娘被我命人支开，没有被大火伤及，只是那屋子尽数被毁。这消息传到了淑妃耳朵里，她果真像是被鱼儿诱惑，一口咬住了我为她而设的钩子。她先前常常抱病不肯侍寝，想来是想为陆吟留住自己的清白之身，但如今她等不及了，比起年少的爱人夸下了海口，她选择尽早依附一个权势滔天的男人，这样她才能护住自己想要护住的人。她侍寝那日，我让太子哥哥招陆吟进宫，并特地给了令牌，令他今日能宿在东宫。我故意让婢女在东宫附近的廊檐下私语，淑妃娘娘入宫这些时日，今日才是第一次侍寝。陛下一直钟爱皇后娘娘，这宫里多少年都没有其他妃子，如今梁府送她入宫，定是有本事的。陆吟气急，却被拘在东宫之中，他的神色越来越黑。太子哥哥见状，只称自己困顿，要早些就寝。我的人和太子的人早已在承天殿附近。只见陆吟站在承天宫旁的宫墙夹道，亲眼看着淑妃进了承天殿，我和太子就站在不远处冷冷地看着。此等将情爱放在心头第一的男人，是难堪当大任的。太子哥哥说，陆吟亲眼见到淑妃侍寝，你猜他的下一步是什么？我冷笑，父皇今日宿在母后宫里，承天殿父皇根本不会踏足。梁府小娘的屋子被烧得干净，淑妃想要保护小娘，自然也要拼命往上爬。她好不容易侍寝，又受了这般大的折辱，把她当心头宝的男人，如今就在承天殿外，无论她侍寝与否，梗在他们心中的这根刺已然种下，怀疑的种子生了根，鼻霜飞的鸟儿也要化为痴男怨女。他们整日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谈情说爱，只把我们皇家儿女当傻子。至于陆吟有勇无谋，草包一个，他抵挡不了皇权滔滔，便只能通过其他法子达成目的了。直到黎明，陆吟才偷偷回了东宫，他眼睛红肿，辞别皇兄便出宫去了。宫里人人都知，父皇宿在母后的朝奉宫，彻夜未去承天殿，这算是打淑妃的脸。而陆吟进东宫的次数越来越多，皇兄明面上对他信任有加，背地里早就派了自己信任的人到陆家军潜伏。我的人与东宫的人死死盯着他与淑妃的一举一动。在这期间，我利用自己的手段，在魏都置办了好些产业，并且一步一步将陆府的产业蚕食大半。陆吟整日忙着进宫，自然无暇顾及府内的事情。先前我怜悯陆府，为他们铺路谋棋，到最后陆府虽未到富可敌国的水平，倒也能在大魏排得上号。现如今细想，倒不如替我皇家多多筹谋，海样的银子进了国库，总好过白白送给那些草包。除此之外，我将宫门口的守卫尽数换成我和东宫的人，并将太医院所有人的底细摸了个底朝天。上一世淑妃假死，能瞒过皇室所有人，少不了太医院的推波助澜。这次我要他们落在我的手里，生不如死。果然，陆吟对父皇说，若是能保大魏以后江山安稳，就要平了那北境部落。他愿为马前卒，替父皇和太子哥哥取下那北境首领的项上人头。这一次，父皇和皇兄对陆吟本就有忌惮，听到他这话一出，只相视一眼。爱卿既有此心，那便如爱卿所言。我端坐在御书房后，槽牙都要咬断。这一世他果然还如从前一般，上一世他假死，将整个陆家军丢在草原，与他的爱人双宿双栖，隐居田园，却全然不顾剩下兵将们的性命。北境蛮族杀红了眼，十万陆家军丧命于黄泉，整个大魏边境再无安宁之日，多少百姓流离失所，到最后竟都是为了陆吟和梁羽的情爱做了配角。血染江山，他们凭什么能隐居田园？他带着陆家军出征那日，我向父皇请命，要带着宁远军到边关设伏，我要亲自把将要上演假死戏码的陆将军带回魏都。父皇不忍我亲自上阵，我只拿着皇祖父送我的刀枪缓缓道，父皇无双虽是大魏公主，可也是随皇祖父长大，祖父曾说我大魏不分男女，都是要守卫江山的，这些年北境时常来犯，女儿封号既为无忧，便也要真正令大魏江山无忧，比起旁人来做，倒不如女儿亲自来做。我带着宁远军在陆营出征半月后，趁着夜色上路。至于太医院，皇嫂已命人牢牢盯着进出淑妃乾宁宫的所有太医。陆吟自诩聪明，他以为送给淑妃的所有书信都没有人知晓，却不料早在他暗自筹谋之时，我将他身边的人都换了个遍。他在书信里提及太子待他亲厚，他假死后定能替他好好照顾陆府，并且保陆府富贵。他又说皇嫂待淑妃之心，必不会让他小娘任人欺凌，重来一世仍然是这副嘴脸利用人，也利用到了太子和太子妃的头上。陆家军到北京后半月，我率军设伏在百里之外的地方，按照时间线推算，陆吟大胜七次后，第八次便会假死。我拿捏好时间，在陆吟率他的先锋部队打头阵时，拿着虎符号令其余陆家军，他们虽听信陆吟，却不得不跪在虎符之下。营帐内，我一身铠甲，满脸肃穆。我看着与陆吟交好的副将，不自然的神色，并退了其余人，只对他们几个说：“我不知道陆吟有没有和你们说过什么，但你们也尽可看看这书信上是不是陆吟的亲笔。”那几人端向着书信，变了神色，纷纷跪在地上：“公主饶命！”我将虎符置于手上，这书信上竟是一个大将军要抛弃自己兵将，而为自己心上人写的书信。你们跟着他战场杀敌，劳苦功高，有没有想过，若是他假死逃脱，整个陆家军群龙无首，被置于北境蛮族的铁蹄之下，又该如何？到时候你们身首异处，而他却和爱人双宿双栖，国有国法，军有军规，你们自当心里清楚。若是有人跟他通风报信，本宫会用军法处置，刀剑无眼。魏都之中可还有你们的家人，你们莫要拎不清。众人相视一眼，皆跪下，莫将愿为公主差遣。月色之下，我率陆家军和宁远军到了北境的西陵谷。陆家军副将坦言，陆吟假装战死，躲在不远处的谷底山洞。我命宁远军的人前去捉拿，只身带着陆家军和宁远军与北境蛮族奋力拼杀，鲜血染红了草原。我亲自割下北境首领的头颅，对着将士们高呼：这些年北境如我大魏，百姓常常来犯我大魏边境，今日我踏破北境山河，直取蛮族的首领头颅，大魏
江山无忧，便是本公主的心之所向。其余蛮族对我俯首称臣，而几个部落大乱，北境自顾不暇，我长驱直入，率兵又捣毁了几个部落，就此整个北境皆在我大卫的控制之下。一蛮族小官朝我献好，只说可从蛮族挑选千名少女来，满足大卫将士好好犒赏一番。我马鞭鞭斥在那小官脸上，下贱的东西，女人在战火之中本就辛苦，如今战事已停，你偏用自己族里的少女来献媚，你们整个北境王庭，如今却将他们当作礼物送给大卫，我大卫消受不起你们这般心意，怪不得是满族像是未开化的野人，刀剑划破他的脖梗，人头落地，再无人敢提这事。北境向我大卫俯首称臣，而我虽有小伤，但这次护了将士们的平安和大卫的大好河山。见到陆隐那日，已是北境与大卫和谈成功后的第三天，他蓬头垢面的待在慕容之中，铁链锁住他的双手和双脚，他眼中愤恨，看见我却是惊讶，无忧公主你怎么会？我走近他，用白布擦拭我刀上的血迹，我冷眼看着他，陆隐假死这出戏可演得真好，只可惜你自以为自己聪明，却把旁人当傻子。陆隐却愤怒咆哮，我有什么错？我只是我冷嘲你，只是什么？你只是想和自己的爱人隐居埋名隐姓。你说淑妃假死在棺材里躺上几日，莫人开棺会不会被闷死？假死要莫弄死他，反而被闷死，真是唏嘘。他瞪大了眼，你这个毒妇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重重地扇了他一巴掌。毒妇到底谁才是毒妇？你的来往书信要我给你念念吗？你利用我皇家，几次三番将我皇兄和我当作傻子一般愚弄，在我们眼皮子底下，你觊觎我父皇的妃子，甚至暗度陈仓，到底谁才是毒？若是你假死成功，你可有想过剩余的兵将如何在这生活？还是他们活该为你们自以为是的爱情陪葬吗？我皇兄皇嫂就得替你们看顾家人吗？凭什么？陆隐说不出话来，他突然跪在牢笼里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还请公主高抬贵手。我拍了拍他的脸，你还记得我的封号是无忧吗？要你们死我才能真正的无忧啊。我身骑高马凯旋而归，春阳依旧扬起高高的头颅，他似乎知道我大胜而归，一路上大围百姓对我夹道相迎，男人们对我评头论足，他们扬言若是他们上了战场一定会无比英勇。就在我居高临下的在马上俯视他们的时候，臣服的跪在脚下，马鞭在空中挥舞一下都把他们吓得半死。我嘲讽就这也配上战场？到魏都那日，父皇和皇兄还有母后在城楼之上迎我，孩儿不负父皇母后赐的封号，孩儿要让整个大魏真正的无忧。母后抱着我哭，父皇瞥了身后牢笼之中的陆隐，他拍了拍我的肩头，陆隐和梁羽便交由你处置吧。陆隐被关进了大理寺的牢笼之中，淑妃梁羽则被我关在了陆营对面的牢房，他们隔着栅栏都在伸出手来企图相握。我真是看腻了这样令人厌烦的画面，我站在中间的夹道，冷眼看着哭哭啼啼的梁羽和一脸担忧的陆营，眼够了没不嫌烦啊。陆营听了我的话只是大笑，反正我们已经要死了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。我瞧着梁羽轻笑，梁夫人告诉本宫，当初是你在三个姐姐出事后自己跪下求你的嫡母送你进宫的，你说你会为梁家博一个好前程，还说会诞下皇子，而代价是梁夫人好好照顾你的小娘。梁羽红着眼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小娘瞎了一只眼。陆营在边关我谁都靠不住，我不靠自己我靠谁？三个姐姐是活该，谁让他们有好命托生在夫人的肚子里。我怜爱的摸了摸她的脸蛋，猛地钳住她的下巴，用力甩在一旁。梁羽，你错就错在你既要又要，你本可以和陆营说清楚，但你选择藕断丝连，而不顾我皇家的脸面，你选择入宫却不接受与陆营分开，不惜在东宫之中暗送秋波，你可好大的能耐。我并不想用那些个糟烂的词汇形容你，你呀死有余辜，放着自己博来的好日子不过，非要连累整个府邸活该。陆营在我身后怒骂，无忧公主你这个毒妇，魏无双你才是真正的毒妇，你没有体会过羽儿的艰难，只不过是高高在上的，对旁人的苦难评头论足，你这个毒妇。我命人打开牢笼，我死死地盯着他的双手双脚，冷笑，别着急呀，就轮到你了。同为女子，我不会对他做什么，但是你才是那最该死的人，你不惜践踏我皇家的脸面，只为了你那摇摇欲坠的爱情。你的爱情是什么？是你利用太子太子妃，还是你站在承天殿门外的无能，还是你踏破山河只为做戏一场，通过假死和他双宿双栖？若是陆家军十万将士的血液染红草原，恐怕你也不会有半分可惜和懊恼，因为你才是真正的无心。我找人拿过我的刀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呀想告诉你，老天给了你一副强健的体魄，给你陆家将军的名位，甚至给了你军事才能，但你选择不用，还想着利用这些，为了你可怜的情爱，那我就替天行道，替大卫的百姓和将士行道。既然你这么愿意假死，不愿在战场杀敌，那要这手脚也是无用，不如把手脚筋挑断如何？好满足你的心愿啊！你今生再也拿不起刀枪，也上不了马了。这不真是你想要的吗？我亲自挑断了他的手筋脚筋，又命人将梁羽带走。他们不停地伸手哭，仿佛我是罪大恶极的人，真是可笑。我将他们分别关进了临街的两个院子，命人日日好吃好喝的伺候着。我不让他们轻易寻死，我分别告诉他们彼此已经死掉，看他们每日痛哭，日复一日的蹉跎岁月。殊不知他们念念不忘的人，就和自己隔着一条街。我要他们自然老死，临终前再派人告诉他们，其实他们心里念着的人就住在对面的小院。我要他们也好好尝一尝我上一世的苦。处理完这件事，我告别父皇母后，开始游历大好河山。如今大卫江山无忧，我也能好好的为自己而活。我命人造起了大船，也命人好好准备出使西域的用品，直到父皇将皇位传给太子哥哥，我与父皇母后一同乘船出游四海，也曾骑着骆驼在沙漠中看过绿洲，见各地风土人情，写我的游记，游记写成那日已是十年之后，父皇和母后回到魏都颐养天年，我回魏都辅佐皇兄，父皇母后着意为我挑一个夫婿，在我再三推脱下终于放弃，女儿无需靠男人实现梦想，更无需通过找一个驸马才算
全了人生。我的人生可以周游四海，也可以游历大川，更可以带兵上阵杀敌。从前置办的产业，让魏都国库愈加丰盈。我上书求请皇兄对平民百姓轻徭薄赋，让百姓可以减轻负担，并在魏国境内创办女学，让女子读书习字，并允许女子经商，甚至允许女子从军。至此，魏国的女子有了新风尚，女儿不再被拘在家里，日日盼着嫁人。她们可以在魏国当大掌柜，也可以在魏国的军队里当女将军，不必依附男人而活。人人都活出了新风尚，无忧公主的名号传遍天下，人人都知晓。无忧公主既能上阵杀敌，也可写游记记载风土人情。无忧无忧，若让其他人也能无忧，才是真的无忧。愿天底下的艰难女子都能日日无忧。陆隐死的那日，风雪交加，长氏嬷嬷特地来禀我，站在她的病床前。如今她已无力再斥责我、怒骂我。我笑了笑，在她耳边轻轻地说：“梁雨没死，她就住在你这间院子对面的院子，你们的距离呀，很近很近，满打满算还不过20步的距离，可是你却一直都不知道呢。”她瞪大了眼，瞬间咽了气。而梁雨也死在了那年秋天。同样的话我说了第二遍，她瞪大了眼，却说不出一句话。我命人将他们一个葬在天南，一个葬在海北，而我带着其他有志向的女子继续游历山河。天之大，地之广，我还有很美满的一生。